这只猫比较笨，它一只灰色比较聪明。那边有一条灰色的，它是固定时间出现。灰色的，灰色的花猫吗？哎，花猫，它差不多五点会出现，然后下午晚上差不多六七点它会出现。啊，有一只黑的，不是黑色的，它是灰色的，就白色加灰色。对对对，那只那只猫在永春国小附近活动，然后清晨傍晚会过来。哦，会跟人家跑过去吃。你说尾巴卷卷那只？对，那条猫超聪明，它比狗还聪明。它跟人家撒娇，跟人家跑过去吃。嗯。而且它会认人，它看某人会给它东西啊，它跟那人更紧紧。那条猫比狗还聪明。这只比较傻。这些原木是来看到人那个傻，那只猫不会，那只猫哈很温顺，它跟人跟人很紧。嗯。你给它吃了一两次、三次习惯哈，它跟你跟很紧。哦。而且它在你的腿边磨来磨去，跟人家撒娇，它超聪明啊，小猫。嗯。它是原本在永春国小。在永春国小跟这边附近在活动。哦。猫它也会划分它自己的地方，嗯，它不会过来这边。像是猫，它这条猫它不会过去那边，它划分它自己的地方。嗯。命理学上是猫是属阴嘛，那尽量少接触些。嗯。可是人还是有爱护动物的心态，只要不去欺负它就好。你要说猫来大麻带麻布，狗来虎，所有人远离猫最，因为猫属阴。